您进入到这个 OneNote 的平台，好，1234eknow.net。那刚刚呢，有请大家先用访客的方式登录，那您用会员注册也可以，好。那么您在这个访客登录这边呢，按下去，滑鼠滑过去，按下去，这里会取得一个8位数代码。下次呢，您把这个代码输到这边就好了，这样您的这个学习记录就会留在上面，好，就会留在上面。所以呢，我这边这样滑过来。按一下，有没有8位数代码？没有分大小写，您就可以进到这个平台。它也是一个翻转学习平台，哦，所以上面的其实课程资料蛮多的。您预设呢进去之后，会在这个地方叫做发现里面的课程，那这边比较属于教材的部分。那我的资料呢，主要还是会放在群组，这个是比较有班级经营的概念哦，所以我点到这边来。那您点进来之后呢？您在这个群组这个地方，哎，反正我分享的最多了，这边都是公开的，好，这里您看到第一个有没有？这是我们今天的，所以呢，您从这边发现里面先进到群组，再找到第一个，好，这里我就注记一下，好，你点下去，只差临门一脚，用右上角的加入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 OK 吗？这样就可以进到我们今天的平台里面来哈。好，那您进来之后呢，还有一个地方你可以改一下，就是右上角这边哈，你可以改一下编辑个人资讯，因为刚刚您是用访客的，所以这边你可以打上你的昵称也好，或者是你自己的那个姓名都 OK。好，我们的资料就已经把它放在上面了。好，就放在新农今天有特别讲到，所以要讲这个，所以我放上去。OK， 这样各位可以吗？